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吴宗盛，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那个我的谚语哈，我常讲的一些武术谚语，跟各位分享一下哈。首先我们来讲一个叫做武术乃死人之术，这个死是动词哈，置人于死的技术。我好几集都讲过这个问题哈，如果各位可以仔细探讨一下这个问题，在我讲的这句话是不是有语病或者怎么样。有人讲说他的武术是一种和平的武术哈，没有这个道理哈。武术的目的就是要治人，制服别人。制服别人的层次，第一个就是让他疼痛，屈服；第二个就是让他受创；第三个就是让他重创；第四个就让他死亡。很多恶勒法、关节技等等哈，击打什么的，这些全都是这些层次上面发展出来的一些技术。以上我真的跟各位分享，谢谢。